太阳能发电厂不只是太阳能发电厂，它还是一个非常具有产值的咖啡园。除了太阳能发电，咖啡园带给我们更多的收益。除了咖啡，还可以养鹅，所以这个产地不单单只是咖啡，也不单单只是太阳能，而是有多元共生的价值。鹅在这里生长，非常的快乐，完全是有机栽培。